我们看一下这个低头这个减年不加强哦。事实上，我刚刚到现在已经有做很多了。你看我刚刚做的事情有没有都在里面？有没有这样比较方便的？而且下次开机会在，这很重要啊。老师有什么东西会通过简介簿去做处理？文字、图片、档案，主要就是三种嘛，对不对？那您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文字的部分，图片的部分，如果有档案，刚好没有的话，这里有个档案，有没有 copy？ 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看看，今天如果说我在这个文件里面，我开一个新的新增空白的，好，这样进来之后呢，如果我现在要的是这个，你就多两下就进来了，很快嘛。我要图片，这一张进来了，这样会不会太快？不会，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你今天没有把那个，就是你当初有做过的，你没有把它存下来，你是不是下次要重新再找一次？很麻烦哎，这个是自我工作效率提升嘛，对吧？哈，而且最重要是他下次会在。那么其实有些时候，比如说老师在进行专案，或者在有些某些时期，或者某个东西、某个主题啊，或某些议题的那些文件，有某些就常常用到，那怎么办？因为这个内容预设会存大概30到60个。那超过了就会慢慢覆盖嘛，所以你有一个可以做，比如说这个字我常常现在用到，我可以按右键，这里有一个叫内容快捷列，叫它永不自动删除。它虽然会被往下推，可是不会自动删掉。所以你看一下，有的跟没有的差在哪里，就是这个前面不一样，有没有发现的？啊，当然它也支援资料夹啦，你也可以把老师比较把它当做好像输入法的那个什么相关字词，有点类似这样概念，我也可以整理成资料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永远记得，不会帮你自动删掉。老师回去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个，这种事情是开机就要执行，也就是说我要开机就要帮你自动收集嘛，等你想到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您回去之后，这个软体有放在这里，有放在这边，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这个嘛，免费软体啊，所以我有放两个啦，可是时间不够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好，它有32、64，您看要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哈。那您按右键呢就可以了，执行。好，我们选择有没有这个？执行过之后，在这边有一个右键，中文的，所以老师不用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哈。选项，您可以自行决定，就是你要记录多少个。但是重点在于说这里，开机的时候要启动，它就帮你自动记录，帮你自动记录。那你如果说你觉得100个不够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我记得预设最多是到1024，但是记性太好也不好吧。有些功能还是要忘记的就忘记了哈，所以我们就大概100个应该常用的应该就够了。好，您可以自己调整，好，自己调整哈。所以这个很方便。那还有一个，其实一个状况跟这个有关系的，老师应该常常会有机会 copy 网页上的资料，有没有？网页上的资料，如果说您是直接像，比如说这样抠下来，请问上面的格式会不会跟着抠下来？比如说超连结啦，文字的大小啦，会不会一起抠下来？那老师都怎么处理？因为平常我们常会贴到 Word 或简报里面嘛，你又贴进去，如果第一次你来不及，就是用那个贴个纯文字的话，那就完了嘛。因为后面那个格式要拿掉很麻烦啦，所以说下次不要那么麻烦，怎么办？来，我先把它copy笔的哈，我们到这边，如果你看我这边，如果直接贴上，是不是就只有一次机会？这里选择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呢，不管它了，我就先还原一下。你可以从这边，以前我们做这种事情都要打开文字那个叫记事本，在里面穿探过滤一下嘛，把那些格式拿掉之后再抠鼻子再贴过去啊。办完直接按右键，有没有纯文字贴上？进来就是文字而已啦，有没有单纯很多？哦，因为有些时候会有这种需求。尤其是我们网页资料是，就是资料都是网页上的哦，很麻烦，或者是别的软体里面我直接抠过来的，我就是不要那些格式啊。有时候你用纯文字贴上还不见得贴得干净哦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方式，给各位做个参考。好，那今天可能时间上只能大致上到这边。好，那不知道各位老师您对于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因为今天其实我老实讲，准备的内容实际上是有真的很多啊，只是时间上没有办法哦。希望以后有计划再来跟
各位老师分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